好，来继续来看到福兴乡三班村长林义山，去年底向县政府申请到小型的工程补助款，购买一台自走式的水墨机，替村民将记录来树枝、树叶加好幼幼幼，除了减轻清洁队以及焚化炉的负担，这个加水了后的树枝、树叶，可以当嵌伫个土顶管做有机肥。福兴乡长邱恩典甲乡民代表会副主席陈玉昌。代表陈秀玲26号就特别前往来了解使用的状况，也来学到船长的用心。这台环保消防手跟木器用途真多，就是树木来当轻松加灯，提升农业废气不价值。这台自走式跟木器经费75000元，当初船办公室选择购买，是考虑到船内树枝处理的问题，也来减轻工作清洁队收温处理的负担。哦，这树尾吼，甲树枝的问题吼，自从袂使伫外口烧以后，问题就足多啊。吼，所以讲会造成真侪单位的困扰。哦，啊，船办公室呢，伫去年的年底，甲咱的县政府申请小型工程的工程补助款。哦，阮就去买一台树尾分水机，哦，要来服务咱村民，要来服务咱的村民。啊，这台分水机呢，一来等于解决咱村民真侪树尾、树枝修剪落来无地去的问题；二来呢，伊阁会当替清洁队的公所的清洁队减少真侪工课量，咱溪州的焚化炉嘛。会当减少真侪负担，肺部会当变成日记。三万川钓林义山伫去年第当看到手机处理问题，乡长居然顶顶人也拢真懊恼伊的眼光。碎木机吼，啊真实用，啊今仔日吼特别哦，我来大家看吼，伊这个碎木机会当甲咱一寡多余的一些树木吼啊拆除之后吼，会当马上分水了啊来做有机肥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啊，今仔日吼，咱啊专工吼来拜访咱的村长，啊，看伊安怎用。啊，伫遮吼，因顶嘛要鼓励讲吼，咱每一村啊，若有机会啦吼，若会当吼买一台碎木机吼，甲咱庄内一寡妨碍道路、妨碍交通的一寡一寡树木吼，会当甲修修咧吼，啊，甲粉碎了后呢，佫会当来做有机肥，啊，会当来保护咱的土地吼，啊，就唔免讲吼，清洁队全部拢载去咱的焚化炉来烧。啊，安尼的时吼，这种物件会当甲做废物利用，啊，所以讲吼，非常感谢咱的村长吼，有这种想法，啊，会当安尼来做。这台甲木机除了会当四界去替村民甲树枝、树叶解决村民困扰，甲成困扰后的树枝叶，嵌伫土顶管也当减少杂草，以及保湿做有机肥。中华新闻林桂英，福兴采访报道。